明明，我要的东西你写出来没有？嗯，快了。快了？那就是还没啊。礼拜六日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休二日，就当然是安排自己的事情啊。交代你的工作没有做完，你好意思跟我休周休二日哦？嗯，你周六周日叫我工作，那有加班费吗？什么？你只是一个实习生而已。敢跟我要什么加班费啦？怎么那么激动的这样子啊？佩玲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那么凶？秀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实习生，我教到他做的工作，写三天三夜都没写完，还敢跟我要加班费？人家只是实习生嘛，还有很多地方不懂啊。你看，像我当初刚进群展的时候，我也是什么都不懂嘛。秀明。 你跟他说啦，叫他东西不用写了，直接桌上的东西收一收，打包走人，不用在这边实习了啦。不要这样了，心动吗？哎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一群人围在实习生身边干嘛？总监，我快被他气死了啦！交代他做工作没做完，也不好好学习，所以我叫他东西收一收，打包走人啊。你干嘛模仿我的口吻啊？人家是实习生啊，你要好好教他，不是教训他嘛。 知道吗？哦，不要看热闹，回去工作。总监，刚 Kelly 有打电话过来说要约看 MV 的事情。嗯，好啊，那你问他什么时间在哪里？但他说要约在公司。也是可以啊，那什么时候？我算一下，应该差不多在路上。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哇，这个 Kelly 他这根本就不是要约的嘛，他直接告知你而已嘛。 是这样子没错，那快到了嘛，那我先上个厕所。好，那来了我通知你啊，慢慢上啊。拥抱我，说爱我，别只是把心带走，刻骨铭心，就像你陪着我，相信我们。 Jeffrey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拍得不错，充分表达出这首歌的意涵。 Kelly，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<笑>那这次的演唱会就要交给你这边主办了。<笑>那太好了，但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明，就是有关于演唱会的部分。我之前呢就已经跟 Boss 说好了，我答应了他会跟群展合作。这地方我没有问题，反正演唱会我是交给你，你要对我负责。至于你们要找谁合作，我都没有意见。 谢谢，我们群展呢是不会让你失望。舞台从无到有，设计的主轴包含怎么售票，还要怎么行销，你们都要事先规划给我。放心好，我们呢活动经验丰富，而且呢相关流程呢我也很清楚。秀明，你记录一下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后续再讨论。好。哎，所以 Jeffrey， 我们合作愉快，我跟Kelly呢会尽快把企划的那个内容呢都提供给你。 OK， 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嗯，没问题，我会盯着。那光星，你的 MV 处理完之后呢，可能要麻烦你直接上传到官网。那我希望这个宣传活动呢，可以越早起跑越好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差不多谈完了吧？会议结束，解散。啊，对，但是 Kelly， 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哦，好。那我先离开。哦，那我回去弄一下 MV 的事哦。拜拜。拜拜。Kelly， 啊，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成便利商店吗？说来就来，你要来你可以早一点约我。哎呀 ，Boss， sorry 啦，今天就是比较临时嘛。好了，反正呢结果是好的，我有事要跟你聊，到我办公室去。哦，好。那秀明你忙你的，不用过来。 总监跟 Kelly 两个人到底在聊什么？聊那么久？我知道他们今天会碰面，待会我们就过去一下。
们为什么要过去啊？哎呀，这个等一下我边走边跟你解释。总之呢，就是唱双簧，我讲什么就讲什么，随机应变啊，记得默契要好一点，不要搞闹鬼 ，OK？ 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这么会演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最爱演。对了。悟净，不是为师要说你，你去哪里找那么温柔又懂事又漂亮的女生啊？啊，你能不能好好的把握？你等子云回去台中的时候，你就 get over 了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媳妇，这感情事情哪有那么简单？有很多事情要考虑的，好不好？你要不是仙姑不在，你早就被去欧阳那边把杯了。你以为你在那边龙泉哦？还在那边睡？你醒一醒好不好？能不能采取行动啊？积极一点。好了，我再想想。是还要想什么？嗨，大哥，嗯，这样水平 OK 吧？我出手当然没有问题啊，好球，很顺利接到演唱会的 case，Kelly 的 MV 只要秀一下就可以po上网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恭喜你哎，谢谢老板。嗯，哎，媳妇，你今天不是要约 Kelly 出去吗？想到开口的方式了没？大哥，你妈点点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每次嘛乱拍影片干嘛？啊，我那是讲梦话，谁说我要约他出去？你看，讲我自己还不是一样？你们两个孤丘比伯伯了，我是不孝百步。哎 ，Hello， 我跟这个何木头是不一样的，好吗？他跟子云是有意思，我跟那个瞎咖啥都没有，你不要把我跟他扯在一起。哎，我是不懂你，明明是件好事情，干嘛想一堆理由呢？这怎么会是好事情？这明明就是个不吉利的事。哪里不吉利？为什么？你看我最近印堂发黑。你一直都黑啊！欢迎光临，终于来了哈！怎样？想打我？有律师在，我打打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到底。这个叫正义必胜。如果按之前的协议内容达成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再告我的委托人伤害罪？协议内容是这样没有错啊，但我开的条件你们要答应，否则我就是告到底。Michael， 我们今天来就是想确认是不是达成你的条件，就会对他撤告。那要看我的心情，当初不是打我打得很开心吗？医生说我要休养一个多月，我现在很痛，非常痛，你知不知道？活该自找，你现在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啊？他都这样讲了，那就不愿意谈了。我们不是不愿意谈，但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对我的委托人说一些幼稚无聊的话，可以吗？那请他闭嘴啊！你现在有很多 OS 吧？当时不要那么冲动不就好了吗？年纪轻轻就有前科的话，以后工作可不好找。不过我看你打人的架势，很适合在外面混，搞不好可以混出个名堂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在，我告诉你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你知道我当初是多信任你才会找你啊？你知道那些钱是我跟我女朋友辛辛苦苦存下来的，这些你知道吗？你全部骗走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，我不想跟你吵，到时候就来出庭。那是你爹，他故意激我们的。坐下来。怎么了？坐，你坐下来，坐下。就是他了，他是 Michael。Johnson 啊 ，Johnson， 找谁啊？啊 ，Johnson， 我 Alan 啊。啊，不是找你办那个移民投机的事情吗？你弄得怎么样呢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 Johnson 啊，而且我没有注意这个业务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，我钱都已经准备好了，4000万啊！哎呦，那我要找谁帮我弄呢？有4000多万，
如果我跟他说10%的定金，这样也有400万。只要拿到，我就可以。哎、欸，喂，先生，你刚说什么？哦，我刚刚说要投资这个移民呢，啊，我香港人呢、啊，我们要移民到台湾来啊。啊，那我想应该是缘分哦，刚好公司有处理这块，我可以帮忙。哦，这么巧啊，很好嘞，很好嘞。哎、欸，不过你刚刚怎么说没有嘞？哦，我刚以为是诈骗电话，最近诈骗电话很多。啊，诈骗电话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平常这都是业务在处理，不然这次由我帮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展海啊，啊，我喜欢你啊，喜欢你直接呢帮我办事情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，那方便给你加一下 LINE 吗？加什么 LINE 呢？直接约见面了，我们很心急了，啊，那就先谢谢你了。哦，好，那我把时间跟地点传给你。好了，没有满台了。好，谢谢。成功了耶 ，boss！ 贪啊，笨蛋啊！拜！看一下。PO 上网没多久，那么多人点赞。何宽亮，嗯，如果你想让子瑜留下来，就找他讲清楚啊。其实昨天晚上我约他出来了。那你挽留他吗？我有问他说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留下来？你为什么不跟他讲清楚一点？你怎样？讲话文绉绉的，你平常讲话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要回台中照顾妈妈的话，我干嘛给压力要留下来啊？如果今天换做是你，不回去吗？不能把妈妈接上来吗？那也是要子云自己决定啊，不是我决定啊。你看，子云刚毕业，要忙工作，然后忙这个照顾妈妈，这么累的情况下，有办法想清楚吗？我们要帮他，算了啦，木头就木头，只为那边牵拖跟想一些理由，我自己想办法，好好顾店。我找房子啊！你要搬出去啊？闭嘴了，不是啊！放心，你要找房子，该不会是因为萱萱回来你要跟他？你先不要吵了，我在帮子云他妈妈找房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昨天子云说他回台中，你才说人家孝顺，现在怎么突然要帮人家找房子啊？对啊，但宽亮跟我讲，他昨天有约子云出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宽亮留子云下来？真的吗？宽亮哥哥终于要接受子云了。闭嘴了，但和宽亮那么聪明就好了。但我觉得宽如果愿意开口的话，子云说不定都愿意留下来，这样就可以把妈接来台北了，就可以不用去台中了。奇怪，你干嘛那么积极要留子云下来啊？还不是为何宽亮。另一方面是，如果子云在台中遇到什么困难，没有人帮忙的话，这样怎么办？但是在台北至少有我们啊。
也是啦。闭嘴。怎么了？我觉得光心说的也没错啊。是啦，没错是没错，可是这种事情还是要交由芷云跟她妈妈自己做决定吧。我们就先找找嘛，未雨绸缪啊。真的是宽谅不及，急死光心啊。有什么办法？只要宽谅是个木头。好啦，光心，找房子的事你就不用担心，只要芷云的妈妈愿意上来，我们就立刻帮她处理。光心哥，那宽亮哥哥昨天跟芷云出去聊了什么？你真的很吵，我哪会知道啊？现在聊不出一朵花出来。喂，你刚刚讲的一副你好像人就在现场一样哎。我没有啊，但重点是何宽亮有没有把芷云留下来？啊，光心，感情事还是给宽亮一点空间啦。赶快找。对啊，光心哥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你真的很吵，闭嘴。老公，你看看。光心，你就不要那么凶嘛。那你自己也少说两句啊。你并没有。你怎么这样？奇怪，你手上有拿摄影机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很急。老板，光心哥今天怎么没有在吧台里？他去哪里了？应该等一下就来了。所有人到了。小云，帮我拿围裙。我今天不想要在里面，我想在外面，不想跟木头站在一起。你们两个吵架了吗？没有了。不过你不需要站外场啊，外场待会有尚飞跟正阳。他是不用上课吗？舞蹈教室都开了，你们干嘛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去帮你拿。刚去哪里了？不用担心，我们要去找芷云。那就好。什么那就好？我到底为谁辛苦啊？可以问一下吗？你辛苦的事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一颗神木吧。五六七个，一二三右手，五六七换边，二二三左手，五六双手左边，一二三右边滚轮，一二三四换边，五六七 pose， 很好，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，辛苦了。这样，来喝水，谢谢，跳得很好哎，还好啦，老师教得好，而且我的节奏感还不错，算是有点舞蹈细胞啦。姐姐很有天分，而且你很适合跳舞哎，跳舞有助于身体健康哦，那你要常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跟老师请假两个礼拜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很喜欢跳舞吗？我是很喜欢，但是孙子过暑假，我要回乡下去顾孙子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那就两个礼拜后见了。拜拜，小心哦。唯一的一个学员请假两个礼拜，这样我就没人了。不是我教的不够好？怎么会？刚刚那个姐姐不是说你教的很好吗？可是是因为公园比较便宜，这边比较贵，所以大家就不来了。我们的舞蹈教室才刚开，还没有什么人知道。怎么可能？我们都发传单了哎。而且刚刚那个姐姐她是公庙的志工，她是素儿妈妈强力推荐才来的。没关系啊。我们就再努力一点发传单嘛。你不是要去梦一期吗？发完再过去啊。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发。对了，你跟那个 Michael 聊天聊得怎么样？都解决了。真的啊？太棒了！那我去拿传单了，你等我。好。Alan， 你是那个 Michael 啊？请坐，请坐。坐。要不要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不用了啦，直接来正题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哇，老公你好有型啊！这还用说吗？新加坡群展策展公司总监黄伟伦。Just call me Alan。Alan 哥。你们不是香港人吗？怎么会是新加坡的公司？
唉，而家系唔系香港人不可以去新加坡做嘢啊？你哎呀，老婆啦啦，唔好激气啦。我们在新加坡工作嘛，想要移民到台湾来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很多香港人都会去新加坡工作嘛。不过你的名片上没有台湾的电话。哎呀，这个是新加坡的名片，还怎么会有台湾的电话呢？奇怪嘞。你要我台湾的电话，我就是我刚刚打给你那个号码就对了吗？老公啊，佢得唔得噶？好似唔系几好喎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讲广东话我听不懂，可不可以讲国语啊？因为最近骗子很多，我怕被骗。啊，他细说啦，那个本来这个业务呢是 Johnson 要做的嘛。结果呢，变成雷呀！这也是一种缘分啊，因为巧合我们认识彼此，也不错啊。就好像在人海茫茫当中，遇到命运中的另一半的那种感觉。Anyway 呢，我们就是要移民到台湾来了。那个 Johnson 跟我们说要准备呢200万新加坡币了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啊。是这样的，黄先生，那我跟你说明一下。对，叫我 Alan， 你忘记了。Alan， 因为我们公司这边有规定，申办的话要先准备10%的定金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台湾的户头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当然，我建议是用现金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公司会有优惠。老公啊，呢个系好多钱嚟噶，好危险。不好意思啊，他说什么？哎呀 ，sorry， 我忘记了。那要讲国语嘛，对不对？他是说了，这个一大笔的钱呢，很危险的。啊，听说台湾好像很多骗子啊。我不是骗子，我很正派。边度会有呃人的人呢？讲自己不会呃人啫。他又说什么？哎呀，他是说哪里有骗子，自己说自己是骗子的。他喝醉也不说自己喝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是不是骗子？你说。细说哪里有骗子，自己说自己是骗子的。啊，喝醉也不说自己喝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是不是骗子？你说。我不是啊，我不是。那就好嘞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个现金啊，很多了，带在身上不方便了。啊，我准备用那个旅行机票，可不可以？老婆，那个机票拿出来。哦。旅行机票很方便。嗯。遇到我老公。数目是10%的，20万波币。这个是新加坡的那旅行机票啦，还没有看过啊。可是你们不是香港人吗？哎呀，我在新加坡工作，当然是新加坡的户口啦。啊，奇怪，修不修了？啊，不修没关系了，拉倒了。收。好啦，说问有没有对。我是担心那个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老婆，点发点发。嗯。Hello， 哎，是 DBS 吗 ？DBS 的 Mr. Lim。啊，是你了，哎，我是 Alan 啊，哎，我要问你那个，我这个新加坡的旅行机票的户头还剩下多少钱呢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跟我讲，你跟我的朋友讲一下。来，几几问？哎，喂，你好，对，我要问一下他户头多少钱。好，谢谢。
Hello, Mr. Lin. 啊，没事啦，唔该晒啦啊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所以可以放心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需不需要开个什么领票？啊，当然，马上开给你。啊，说起来，手机也跟我收起来，通通收起来了。王先生、王太太，那我祝你们在台湾一切顺利。投资的事情呢，就交给我，一切放心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不想了啊。你真的把支票给他，你不怕你钱被骗光了？当然了，哪里有玩假的？哎，你的户头有多少钱啊？秘密。你没有看到眼睛睁那么大颗？就秘密啦。哎呦，话说回来，这个支票怎么办？看起来就是假的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那支票他还是很难领到钱的。可是重点是这个打游戏可不可以用？谁知道，拿给他就对了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们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包嫂，你刚刚有没有去 cancel 你的 check payment？Not yet 了。哎呀，反正我不会让他这么容易领到的。而且呢 ，the bank says the check needs 2-3 working days， 我们还有时间呢。哇 ，boss， 你老奸巨猾嘞！你怎么可以说你的 boss 老奸巨猾？好啦，你是才华横溢，有着三寸不烂之舌，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延绵不绝啊！这样讲就对了嘛，比较好听啊。马红，我真的有个问题要问你嘞，因为你 change 了，以前哦，那你要帮助人家的。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以前在 SG 那环境这么 competitive。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比较冷漠啊，台湾就不一样了，比较热情。就像那17年，对不对？他帮你拍 MV， 他要跟你要钱吗？没有。对嘛，所以他们就不一样啊。所以不是因为秀明咩？秀明也是 one of the reason 啦。不过让我真正开始改变，其实是淑锦啊，当然还有朵拉啦、舒娥他们。所以不是因为要让小师妹对你有好感。哎，你这个心态不对啊，不是每一件事情呢都要有目的性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佑廷他帮你规划，他有要回馈吗？啊，光心帮你拍 MV， 他有跟你收钱吗？没有啦。对啦，他满脑子噜是快啊你。哇，还不是跟你学的，是你教的呢。哪里是我，那个是韩生好不好？他口头禅是什么 ？Time is money， 我的是我喜欢你，哪里一样啊？那，你那个吼，要不要跟打游戏讲？讲什么？你的 big plan， 大绝招啊！那个等我处理完之后，我再跟他讲。我要他当面好好的感谢我。你不是怕他抢了你的功劳咩？哎呀，那个是寒生好不好？我才不会这样子。安娜安娜，韩律师，不会打扰你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对你才不好意思呢。要咨询，应该是我去找你，还要你亲自过来，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我们就当聊天就好了。OK，I'm ready，Go。韩律师，Relax。OK， 来，我们动一下肩膀。好，那我想先问你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做家务事这件事情？你需要知道这么 detail 啊？那你需要知道，我就跟你讲，其实我不喜欢做家务的。如果是你喜欢吗？我喜欢呢，不过是我问你。Sorry， 职业病啊，通常都是我在问人。没关系，我们当聊天就好了。小时候我父母离异，那自己一个人常常在家里就打扫家里嘛。那我爸爸回来之后呢，工作很忙很累，他都不会收拾了。所以你这些打扫的经验都是跟你爸学的吗？
不是，跟我妈。可是你刚不是说你爸妈在你小时候就离婚了？小时候我妈常常会叮咛我，提醒我一些事情，因为她对我做很多事情呢都很严格，而且很要求我。可能是因为家里只有我这个小孩的关系吧，所以她希望我把每一件事情呢都做好。举个例子，洗碗盘，如果碗盘洗不干净的话呢，他会叫我重新洗一遍。那地板上看到跟头发的话呢，他会叫我捡起来再扫一遍，再擦一遍。久而久之呢，就变成是一种习惯了。那这算是强迫症吗？这的确算是一种，应该算是轻微的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只不过是希望家里整齐干净。那这样的洁癖应该不算是一种病吧？你知道静营的意思吗？静营在书中的意思。没错。就是一个人喜欢读书，然后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面。没错。所以这个词没有不好的意思，但是对某件事来说，太多或者太超过就不太好了。我这样说好了。譬如说你现在已经洗好碗盘了，但是朵拉当着你面前又再洗了一次，这时候你心里又是什么感受呢？这碗盘朵拉都已经洗过，居然又洗一次，做梦呢？你独自生活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现在要跟别人相处，你就要思考一下，这样的习惯会不会太过了？很多事情过犹不及，中庸就好，不是吗？韩律师，中庸就好。OK 今天就差不多聊这些了，我觉得也不用聊太多了，毕竟他心中好像隐藏了些什么，所以不急，慢慢来。如果他照着我的建议来做，慢慢调整步伐，我相信他这样的强迫症是可以得到改善的。可是如果他不接受你的建议，又或者是他太过于防卫自己的话，那怎么办啊？这就要看到时候状况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跟他多聊的。谢谢你哦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多出去走走，不要待在家里。为什么？是为了要让他放松心情吗？也算是啊，也可以让他转移注意力，因为我看他在家里或是办公室，都会想要擦各种东西。先擦桌子，再擦手，连地板都要擦了。我想，这样的环境对于他来说，可能有某种责任在。所以意思是换个环境看看。可以试试。对了，如果他在做某些事情太超过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中庸就好。中庸就好。好，我会试试。谢谢刘松林。不会。果然，这份合约应该没有问题了，你看一下吧。首先我在想啊，他们付款两日就要把木材全部拉回，我们可不可以先付钱之后把木材放在他们那边，然后我再看工厂这边有没有位置可以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来处理木材。好，这样处理比较好。
副总可助是你们的咖啡。哎，来，谢谢，来喝咖啡。谢。啊，对啊，副总，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就买那么多木材，800多万？对方说要一次买断嘛，那我想说这个数量我们也可以吸收，而且同行的我也问过了，这价钱还算合理。可是现在市场上木材都卖不出去，应该可以再砍价吧？你觉得多少？差不多500-600万。可是我们现在合约都已经要用印了，在这节骨眼跟人家杀价是不太适合。嗯，没关系啦，品质还比较重要嘛。啊，对，淑静，这边还有一份进口家具的合约，总价是$100,000，我们一样会3成吧。可是国良，我觉得这个客户我们第一次合作，是不是不要这么急啊？我们先把这800万的合约走完，再谈这个，好吗？好是好啊，可是等等要跟张老板见面，如果谈到合约的东西，要怎么说比较好？我们就先跟他说，合约已经上成了，现在在跑流程，这样子。嗯。对了，巴龙，等等你跟我们一起去。那木材之后的事宜交给你来联系，看木材怎么进。好，没问题。张老板，余支付，那后续就麻烦你们了，品质帮我们付一下。OK， 没问题，你的品质绝对让你们放心。谢谢。不过副总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因为我们木材分散在不同地方，所以你刚看到的不是全部的，还是你有需要的时候跟我说，我来帮你处理。我是比较希望可以一次进完，这样比较容易掌握原物料的状况。嗯，但是我们这里的场地放不下全部的木材。这样啊。马龙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。好，我来处理。张老板，那存放的部分我们来负责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会尽快拉货的。那后续有什么问题，直接跟我们副理联系就行。如果找不到我，也可以跟我们余支付联络。有什么问题，我再与两位联系。那我就不送了，我们先处理。谢谢。嗯。对了，淑静，你可以帮我问一下总编什么时候有空吗？我想要找时间去拜访他。怎么了吗？吴先生，你应该已经收到我们公司广告预算的资料了吧？哦，是的，已经收到了。但我在想，月饼礼盒是否可以在普渡当天就放在杂志上？当然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嗯，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。那这项业务就麻烦你找我们的杨秘书。哦，好。啊，跟你换一个名片。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联络？哦，没，杨秘书你好。你好。你先接吧，应该是厂商有急事要找。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继续。好，那这个编排的部分，喂，妈，什么事啊？我在开会。啊？在台北挂到号了。陈梅新女士介绍的，我不认识哎。什么时候啊？哦，礼拜三，好，那我请假陪你去。好，那我先回去开会了。嗯嗯嗯，好，拜拜。子韵。哎，国良哥、淑静姐，你们来找总编吗？嗯，你们还在开会啊？哦，快结束了。哦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好啊。主编他们在那边。嗨 ，Hello。开完会啊？开完了。啊，子云提醒你一下，厂商希望把3倍券的优惠放到最大，可以让顾客看到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说吧，找我什么指示？好，我想要把郭马斯新设计的家具呢放到美克号的杂志上面，想要问总编有什么想法。我有先跟他说，我们要讨论之后再来找你啦。不过你们也知道，子云最近忙。而且我现在又没有主编的帮忙，所以可不可以请东马斯提供一下刊登的方式？初步的也可以，至少有个方向。目前是没什么想法，所以想说直接过来请教你。
那有没有什么视频可以看？目前只有设计图，还没有视频。但我们最主要是主打 MIT 的首座原木家具，最主要是希望想要给客户不同以往的多马斯家具，让他们有多一种选择。另外，我们有针对首购族呢提供优惠的方案，让他们可以用最实惠的价钱买到最好的家具。OK， 那我了解。谢谢。我会先做一个文案，给子云做参考。对了，子云，刚是哪个厂商的电话？哦，是妈妈。她还好吗？哦，还好，是好事情，有好心人帮妈妈挂号到台北的医生。那这样子，妈妈不就是要上来台北了吗？对啊，只是不知道是谁耶，也有可能是血癌基金会那边吧。阿姨什么时候上台北？后天。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不要客气哦。对啊，我们多马斯的副总可以充当司机一天哦。不好吧？不好吗？当然好啊，两天好不好？那后天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你的事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子云，你可以把阿姨接到台北住啊，住的地方不要担心，我来想办法就好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啊，谢谢国良哥。怎么客气？那没办法。啊，发传单好累，好热哦。大饼杯，教室是你的，这样都没有很累，你们很累。哦，我就摸摸一下而已嘛。不过好心想的事情都解决了耶。什么解决了？讲到差点吵起来。什么正阳？怎么会跟人家吵起来？啊，不是说要跟他和解吗 ？Michael 他那天侮辱小圆，我真的忍不住吗？那你怎么会跟我说没事嘞？我不想要你担心啊。可是这件事也是因为我引起的啊。我们要一起面对。大事情嘛是爱，真的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Hello， 来，上飞，漂亮。哎，上飞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们不用去舞蹈教室吗？啊，舞蹈教室就只有一个学员呐，那个阿姨又跟我请假，所以现在都没有人。应该是刚开啦，还没有什么知道嘛。我们有去发传单了。你们有去发传单啊？还是你们把传单传给我看看，我们可以讨论讨论，看怎么样做可以比较吸引人。好啊，耶！哎，杨晴不是有说什么三倍券？哦，对，最近很多人把振兴三倍券放在传单里面，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筹码不错哎，对哦，那就可以买一期送两期呀。你是要准备赔死哦？哦，那么年轻还有体力呀，舞蹈教室空着也是空着，就当做宣传。我同意。口耳相传，如果口碑好的话，学生自然就多了。我支持你。那就这么说定啦，暑期再麻烦你了。不会，不要客气。谢谢。新生代木头，借一步说话。哈尼，你真系好厉害啊！你要参加几多啦？勇敢探索未来可能的想象，那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渐渐长大。好啊，当然好啊。因为妈妈要上来台北看医生，想说可不可以借出爱情公寓一晚。陈梅心，陈阿姨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你不用客气了，看病最重要。嗨，陈慧清，你怎么会来？我来办点事情嘛，顺便帮素娥送花给她。啊。怎么都没有人来学跳舞。听听谁又在嘴硬，有病不去看病，念头看个戏剧也能痛哭流涕，耳朵挂上听诊器，想找出个病因。